卡卡的吗？喂，有声音吗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没有声音太好了，今天我们就来开个无声台吧。我们换个位置吧，来这里。老爷爷老奶奶啊，我应该来，好久没有粉丝团贴文了，贴一下好了。贴错了。挂机是吗？没有啊，调整个东西，等一下再来，很合理吧？
And I can't help but ask myself how much I let the fear take the wheel and steer. It's driven me before, but it seems to have a vain untamed mass appeal. But lately I'm beginning to find that I should be the one. 卡住了。中立轴一二三四五，看起来是很卡吗？早上吗？不是啊，等一下，好，我把它改成，哦，我一个没有，一个没有改那个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主题我把它改成都晚上。这样就没问题了嘛，对不对？OK， 嗯，反正一个十点半，一个十一点，差不多啦。可能会晚一点点也不一定，因为这不太一定。为什么今天这个这么卡？最后一天的风之军神啊，明天之后的风之军神就再也不是完整的风之军神了。先默哀几分钟。哎，我做两张指挥官哎。这样崔斯坦很废欸，我做两张指挥官，这崔斯坦超级废，不要选他了。大的，好，可以。今天一样有小比赛啊，想打的来可以来报。空を犯す者、何時に裁きを。噔噔噔噔噔，有人来报。我看达克那边也办了，所以我把那个时间往后延一延。你们要报的可以先报，然后等他那边打的差不多，我们再来打。就如果你怕你打一打不小心打到太前面去的话，没有关系的，我会把它调整一下。嘟嘟，哇，全部都散匪。狗狗二匪有，今天的规则跟昨天一样啦，就是都一样，艺术的话
对面是主教，如果是用艺术把它吃掉的话，我用军神的话就会被他换掉嘛。那我如果是用天使骑士用老鼠换应该好一点点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大伙安安呢、啊、巴丰特砍得好冤，我觉得不该砍巴丰特啦。他砍巴丰特纯粹就是为了要让他之后的牌在做牌的时候不会很难做，可是我觉得是不该砍巴丰特啦。因为其实你砍巴丰特很多牌不能玩了，你看像什么不能玩了，我们举个例子好了，想一下。像大蛇不能玩啦、啊、他投降了、啊、傻小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你看像大蛇还有空隙啊，空隙其实不能玩啊。虽然原本他就不是 meta 之中大家会玩的东西啦，可是这两个东西这改动我不喜欢啦，这个改动我不喜欢。但他可能就是为了要让以后他们在做牌的时候不会有东西卡到。他砍这个影响到幻影猫，我觉得不会奇怪，只是因为幻影猫本身它本来就是一张太强的卡片，在这个环境底下的话，但是我觉得你砍了之后去砍到大蛇那个流派很奇怪，就是你那个牌本来就已经没什么人在玩了，然后你还把它砍到不太能玩。风之军人之后还放吗？还是可以放。只是就不强而已吧。是谁抽走了我的麦克风？どうぞお覚悟を。光があなたを導くでしょう。我觉得绝对还是有他可以放的一个空间啦，绝对有，只是其实原本现在这个版本大家军神就不放三张了，不太放三张了。中立体系挂了之后三费会摆回来吧，因为你三费没有哥布林队长可以放了。指挥官是哪个指挥官呢、啊、哦，你怎么打 2pick 有这个啊？我的天，这张卡也是真的该下修啦，白雪公主太强了。没关系啊，你有这个是不是？我跟你换啊。 KKN 呢、啊、他现在一定觉得很干。干，我要让你吃两抽两张牌，我才不换。好啊，你不要换。我护符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能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用护符啊？抽一张看看先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他下修啦、啊。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该下修没错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他是该下修没错。干，他这个进化也可以加、哦、好扯哦。既然有二可以打，我们就打二加二吧。对啊，你看巴丰特砍了之后阿萨希尔那个流派也不能玩啦、啊、阿瑟塞勒，我不知道那个字，不知道他到底翻译是翻哪一个，反正那个流派不能玩了、啊。
watch me change their minds. Yeah, for you I'll try, I'll try, I'll try, I'll try. To pick up this broken. 居然有这个，他这副牌是怎样？太强了吧！靠，他这副牌太强了吧！他这个出来蹦出去三四级途径哎，怎么打？哦、三五途径讲错了。哦，回关几次哦？对啊，他就是一砍砍砍爆了这些东西啊。反正我是不喜欢啦。我的牌其实手上的牌不差，可是有点难以抗衡，挡不住了。停电？你家停电啊？因为今天要不要再来报名啊？今天大概十一点开打吧，如果人数差不多够的话。今天各种大佬都开台啦。噔噔噔噔噔。而且这个版本其实爬分根本没有什么用，就是你爬分也没有拿到什么多的奖励。这个版本啦，哇，他还出这个，我的天啊，这场要直接升天了。你们家直接停电的也太扯了吧！哎，他这个好扯哦，他这副牌好扯哦，有指挥官，不用进化，进化破一只，这样挡得住吗？挡不住啊！他好扯哦，他怎么敢直接死去？我牌不差欸，可是二费空了，二费空了就有点亏了。先报啊，先报啊！明天开始之后的才好玩，明天开始之后的比赛或什么的才好玩，因为明天开始之后我就进露娜了。我已经把那个版本的东西写完了，就是这一期的不管杂志或者是我要录的影片我写完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等一下就可以来聊。哎呀，好卡哦。噔噔噔噔 ，Come closer。どうしよう、行くぞ。隊長、任せてください。对啊，今天一样进轨。谢谢你的咪咪二十二个月，今天一样进轨，就是进轨了。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加倍。直接杀吧，虽然都被白换，但也没办法。二十二个月嘞，游乐服什么时候要跟进啊？居然有灾厄的尸魔王，怕？这应该暂时不用管他，反正他一定
他要交进化点，这只才能动。他交这只进化点的话，他另外一只就不能动了，他就只能交进化点跟我直接换。所以他应该会五费的怪交进化点跟我这只换，所以我这边还不用管他。不好说，是不是？为何不好说啊？果然，可是这个好烦，这只很烦。别啊！这只会，这只还会再掉一只下来。还是我刚该用这个进化换？这里就难打了。下这个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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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没有交进化点，他就没有办法出来用。两只、三只，用这个破吧。看我七费能不能把古代象也打下去。紫娟安安呢？紫娟的脑粉，所以紫娟到底是谁？巨乳破坏者，不，巨斧破坏者。噔噔噔噔。进化剩一滴，这边可以摆哦，我这边可以，我这边可以把那个古代象丢下去了，这样其实蛮赚的。我们就丢古代象，然后丢艺术，然后等一下猎龙杀手下去，这边很稳了。Don't let me down. 咚咚咚咚。对啊，你看这个，啾，蹦一只出来，漂亮。然后还有必杀，这场应该是稳了，比刚刚那场，那个主教太扯了、哦，两费白雪公主，然后五费又拍小骑兵，太扯了。名手。好，名手就给你啊，其实也没，什么差。我们这边打四加三加二，三四二，打头。你不会有军神吧？那我们猎龙就一直留着就好了。拿来扛巴哈这类的东西。精神改后爆能放四点连伤，还会放他吗？还是会哦。你如果还要打中立体系的话，哥布林队长那个位置就是军神的了。然后只要露娜还是很强，军神就还有他的价值在，因为太多僵尸了。我本来就觉得。如果你们两个月前就在看我在打 Shadowverse 的话，两个月前我就一直说军神应该要改成不打脸，两个月前我就讲了，那过了两个月之后才改。有没有人记得的？有没有记得我讲过这段话？我那时候就说他一定要改成这样子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个返场的手段，他本来就应该要是个返场的手段。但是他把它改成一个收尾的手段，就是他把它做成有收尾的手段，
就本来就本来就不合理啦。你十费下一张牌，他那个 combo 就会让天盾跟巴哈变得太强，变得更强啊，不是变太强。你哎、欸，你就想嘛，你巴哈跟你的天盾，你下去的时候，下一回合还有那个军神帮你开路，哇靠，超级扯。像你平常你要拿来挡巴哈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挡？你为了要防守巴哈，你要怎么守？就出一堆垃圾怪嘛，让他打不了嘛，打不了你的头嘛。啊、那些垃圾怪通常你要丢超过两只啊，大于等于两只。那这样一丢下去，就很容易变成太多只那个。这样解好了。这样看他要解哪一只。对啊，打完解完他还是可以开路啊，所以变成一个比较正常的方式啊，就是他不会变成说，哎，因为你拍天盾那个回合，你会。你的那个，我刚讲什么？就变成说，哎、欸，我同样可以开路，但我不会变成一个太夸张的现象啊。原本就是太强了，因为就是哎、欸，我可以开路，我不只可以开路哦，我还可以顺便先 A 你点血啊。你通常你的血量可能，比如说来到你前面。在交换过程可能被摸到几下脸嘛，你就剩下什么八什么十五滴啊这种血量，然后那个军神刮下来巴哈拍一下你就死了，整完啊。直接裸下好了，清风无痕里面的主角几个角度长得很像我，有我帅吗？对啊，而且你来到之前的就是之前的东西就是你在边接场的过程，你还要担心他军神会不会刮到你的脸，然后反正你要担心太多事情了啦，现在就不需要担心这么多，好多了，合理，只能说改得好，真的改得好，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是改得好了，这场又赢，像轮廓深的我，所以就是像长得比较帅的我。
broken, I will mend you, and I keep you sheltered from the storm. I'm out of love. I'll pick you up when you're getting down.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've done,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. I'm out of sight. I'm out of mind. 两只老鼠。野心様には近づけさせません。老鼠，我们一个二一三对看。反正有什么你们想要问的？私は舞台に咲く花。东西你们可以先问，等一下我还是会整个重讲一次啦，所以还好。簡単な仕事だぜ。噔噔噔噔，等一下蛋蛋先生掉下去又不能进化，好惨哦。哇，他直接打什么探索欸。你在玩 Shadow Verse， 我看还是看不太懂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你是对不对？喜欢我的人又不是喜欢 Shadow Verse， 怎么样？哇，真是会讲话哎、欸、我。这里要教这个哎、欸，我刚好像应该要教进化点了，刚应该要教进化点，把它全炸了。どうしよう、行くぞ、隊長、任せてください。这样不是吗？我误会了是不是？难道说我误会了吗？哇！这个还好可以解，可是这个解下去我自己也要死了。不下吧，不然下来也是给他吃，下一回合再下就好。我等一下可以配公主之吻啊，就是我的哥布林法师可以配公主之吻，看等一下怎么解。哇，居然有天狐萨满，所以我要哥布林法师加哦，先抽看是什么，这都是一个小小的哦，这会让他变皇家护卫的指挥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以先加给他三，然后这个也会 buff， 还有这个，进化会获得加一加一，所以它会变成五五。那我就这样解，漂亮。帕廖盖赫，
原来晚安呢，深渊还有救吗？我觉得没有救了。我这样讲好了，深渊现在改动之后，它变成没有办法被巴丰特拉出来嘛，没有办法被巴丰特固定拉出来，对不对？不管是爆不爆能，反正他拉不出，没办法确定拉出巴丰特了。然后，所以他现在变得没办法那么稳定的出场。再来就是，你巴菲要空过，不算是空过来，就是丢过来战场。九费你还有进化点给他，他才总共可以打13滴而已。我觉得变成一张废卡，讲废卡可能有点严重了，但就是变成一张很不强的卡。幻影猫的牌组会变动很大吗？我觉得幻影猫的牌组强度会下降很多，会下降很多。下一个版本大家想爬分，就玩露娜吧。露娜一定是最下个版本最强的。100%。挤一下来看看。我不用啦，有人想要看我挤是不是？想看的打了加一看看，我统计一下，人够多的话，我还是不会挤，不然到时候我被那个我被变台。乌洛波罗斯改成那样龙还有救吗？乌洛波罗斯改成那样子，跟龙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我必须得这样讲，乌洛波罗斯改成那样子，龙根本没有差，因为事实上龙根本不会用到，不现在的版本啦，龙根本用不太到乌洛波罗斯了。说实在话是这样。老实说是这样子啊，因为这个版本呢，就是还没改之前这个版本，其实乌洛波罗斯本来就不是龙族必放的卡，就是它是可以选用的牌，但不是必放的牌，不像水龙女，它是一定要放的。然后，乌洛波罗斯就没有，就不是这样子。等一下，先打完这首。2、3、5，死にたくなかったらどいてな。終わらせます。ルミナス騎士団進行開始。下げる。抜けて見やがれ。我が剣。じゃ赢了吗？赢了吗？我真的算数不错。素晴らしい腕前。然后大菠萝之前为什么我觉得他为什么会改啦，有两个原因。一个是因为龙族内战的时候大菠萝太烦了，两个人就在那边一直互丢，那是一个很智障的一件事情，一直互丢一直互丢一直互丢，丢到有个人丢不出来为止，就他有别的东西，他有更需要别的东西更需要去做的时候，或是丢到另一个人的巴哈出来为止，就很智障。然后再来就是他本来设计是要作为一张收尾手段的牌，收尾手段嘛，合理嘛？我八费对不对？我八费我丢出去，我可以3点3点一直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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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去做收尾。但是问题是，他现在的版本，大家那个三点都不是拿来收尾，他都是为了拿来结场，然后利用回手的时候那三点的补血，再补了那三滴血去把那个战局扛下来，就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，就很智障啊。所以他改应该是改这样子。然后我跟你们大胆预测，下个月一定砍魔将军。下个月如果没有砍魔将军，我裸上身开一天实况。
这次改动就全拆啊，为什么不全拆？一定全拆啊。开不开视讯到时候再讲。然后0956问的那个问题啊，0956问说这次改动会不会全拆哦？一定全拆，反正你要用你再把它合回来就好了。全拆它，全拆就是跟合一张的血一样，水一样啊。你用你现在用不到你就全拆啊，为什么不全拆？没有任何一点道理不全拆，一定全拆。有一张拆一张，有两张拆三张，有三张就给它拆五张。不要问我多的那些是哪来的，我也不知道。白雪的强度下修了，但没有到很烂啊。哦，闪卡留下来，闪卡留下来，闪卡可以留下来，其他真的全拆，一定全拆。反正你要用再合回来就好啦，根本没差。这副牌补了最后那两张进来应该还可以。闪卡我是一定不拆啦，我连那个什么吉尔什么尼斯特那，就是龙族那张超烂的我都没有拆了。哦，干这个屁股肉，好正哦，一定拆。然后今天晚上一样有小比赛，11点吧，11点开始。如果大家人数不太够的话，我们就11点半再开打。就如果缺几个人的话，你达克他们那边先开了，可能要等他们那边打的差不多，这边才会有人。军神十费打七只能打重都很烂吗？怎么会烂？你放一张七费法术，你三费能丢吗？可以吗？我就问你可以吗？不行嘛。你三费能当二三的盾去丢吗？不行嘛。他带牌来打是不是啊？是吗？他是不是带牌来打？啊你军神刮下去会刮到自己的怪吗？不会嘛。不要闹了好不好？叫他不要再闹了好不好？他带牌来打欸。少了军神打脸，少了很多逆转场。军神本来就不该是让你这样子逆转的牌啊。军神本来就不是设计来让你去做这件事情的，军神本来就不是来让你补足那四点伤害用的，他本来就是要做出来应该要是让你去返场用的牌，懂吗？没改还要去冒标，我觉得很正常啊。他已经把前面的托普里砍成 DBR 了，又把后面的深渊砍掉了，他这边本来就不会再去砍那个。对啊，我看我死挡到人家五胜了啦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，我这样是不是还是死啦？1456167还没，跟死了没什么两样。对啊，如果他再把豪拳砍了，吸血鬼就不用玩了。你知道现在高端的牌组干，他真的带牌来打，
现在高端的高端的那个打牌，他是不带，他的打牌是不带那个的。很多的中立吸血鬼，就是我那套猫鬼，他是不带飞射哦，然后那个豪拳只带两张哦。你会说这两张牌很强吗？现在最上面在冲锋的放的牌是放这样子，两张豪拳，零张飞射，你会觉得飞射跟豪拳很强吗？我这样子讲完之后，你觉得他很强吗？他是不错，但中义的体系更可怕。他就是帮助你在四五费的地方有一个返场的手段啊，但他不是让你致命的手段，他也不是下下去之后你完全打不回来的东西。完全打不回来的东西叫做什么？叫做一费哥布林，二费托普里，三费哥布林队长，四费爱丽丝，直接没救，绝对不可能打回来，没有任何理由。人家打完这个手顺之后，你打得回来的，除非你是二费托普里，三费放个盾，然后四费豪拳，这个才打得回来，不然没有任何理由你打得回来。啊，不对，三费不是放个盾，三费放个可以解那个哥布林队长的东西，随便你放什么，这样才打得回来。所以要拆掉吗？你要不要拆你自己决定嘛，好不好？我刚刚已经讲啦，拆牌这种事情，你现在用不到你就拆啊。反正你拆了3500水晶啊，不3500水啊，你合回来也是3500水啊，你干嘛不拆？你要玩的时候再把它合回来就好了。不是吗？做下去完全没有任何亏的一件事情，为什么我现在不做？幻影猫哦，如果中立丑没有的话，幻影猫可能也会被换掉。其实早就上面的人早就没再放深渊的啦，我说实在话是这样啦。就在大家都在哭说干深渊好强的时候，那些顶端在爬分的人早就都没有再放深渊了。那些高手他们早就找到一个更好爬的手段，更好爬的方式。不过其实这样想一想，我也蛮猛的。我在那时候7月5号改版5天的时候，我就组了第一版的这个幻影猫。哎，不说了。其实先知就是差不多像形容像我这样子的人。中立轴主要是爱丽丝吗？中立轴当然主轴是爱丽丝啊，但爱丽丝不是让中立轴强的原因啊，不是最主要让爱丽丝强的原因，不是最主要让中立走强的原因。没有啊，我是说实在话啦，这本来就是这样。我要撑到那个欸，撑得到吗？
死に近づきすぎない。ナナと遊ぼう。隠れなさい。我们说这个版本幻影猫不中立轴这么强，幻影猫这张牌怎么可能不放？放了之后，我过两天还三天我就 Grandmaster 啦。中立轴前面无解真的是因为哥布林队长啊，真的不是因为爱丽丝。哥布林队长滚雪球能力太强，太扯了。哦，让我撑过去吧。对啊，下个月该怕的东西真的是扣薪水，扣薪水下个礼拜下个版本蜕变很可怕。我要撑到巴哈出来，我看是能撑。我看他是没有要打我的意思啊，他没有要这样子打我，而他要打我。哇，加七，聊天室刷一波加七，然后我的这个漆黑可以加这个，因为我刚刚已经把它用禁制世界变成那个了。变成中立从者，对啊。然后如果你们下个月啊不知道要那个水晶要投资哪边的，就去买龙族吧，买个三包先啊，先凑齐这个构筑包版本的水龙女。他干嘛？然后再就是构筑包版本的水龙女，然后再把那个乌洛波罗斯全部拆了，转。2、3、4、7、8，8滴血而已。我等一下一定是直接踩。全部连。帮我顶住啊。不知道这样挡扛不扛得住哎、欸，这不会有创世龙吧 ？Two Pick 好像没有创世龙，因为创世龙是够那个标准包的。不要太傻了，怕。好了，他输了。哎，你不要把我一只射掉啊！他又要丢一堆垃圾来恶心我了。
干，我还是打不掉他。这首歌最近超红的，也不是最近啦，就是红了好一阵子了。两只潜行吧可以打脸吗？我记得不行吧。我记得是不行，我不确定我没有记错，不行吧。来去把它更新一下我的开台文好了。我要来赚死灵术了吗？好像没什么用，赚死灵术好像没什么用齁。巴风特四费下巴风特，还是让这只进吧。等下他如果不解这只就要加二加零了，一直加上去。你看现在直接变哇，他决定解了，还好他应该算懂，这个应该是
比较正常一点的，欸，也还好。我有点想要进化这只欸。投了。我的私人吓死他了。他的巴丰特刚刚没有拉到东西，对不对？超级智障。对啊，忍者五费铺两只，可是问题是没有人放啊，那个东西没有人放的。哎呀，噔噔噔噔 ，Two Pick 选牌怎么选哦？选体质好的优先，然后再来再选效果好的，哎，体质好跟效果好的优先，然后再来才选那些比较需要 combo 或者是真的不好用的东西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就像今天你有一边有。巴哈加上一张垃圾，然后另外一边不管什么的时候，基本上巴哈那边几乎是必选。我只有说几乎哦，没有说一定哦，因为也不是一定。好像该绿牌耶。什么这些比较好？死灵、血鬼、皇家这些东西要搭配的最少。你比较不会有那种很雷的牌，例如说龙族的气牌轴的东西。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哥布林队长啊？这样怎么还不赶快砍一砍死算了啊？不对，他已经要砍了，赶快砍一砍这个垃圾牌哦，真的会气死。你看嘛，妖精为什么不选？妖精跟巫师为什么不选？因为他们有太多牌是需要 combo 了，像妖精好了，要像精灵好了，他就很多是需要打两张牌以后才能发动的效果。那种效果虽然很强，但是就是不好用。然后巫师也是，巫师有很大量的。好塞！哦，还可以，我用这只解就好了。5779，巫师有很大量的牌是那种需要超越，需要魔力征服的。那你其实没有那么多低费法术可以用。对啊。
if you want it, come and get it. 怪白痴哦，そう怖がらないで。毒神之墓，四嘛对不对？四墓才有嘛对不对？四墓，那就没事。这边一样点掉，你有的我也有。然后这边拿个墓，下一回合不死大军，再下一回合下冥河。我已经想好这一局的胜利方程式了。不要闹了啦，还好我还有一点进化点。来，图皮克这个这只狮子很强，狮中豪杰很强，看到可以选。尤其在没有进化点的情况底下，他真的超强。哇，我现在超猛，我这个不死大军直接帮我逆转。他等一下杀我一只，他等一下一定要交进化点嘛。杀我一只，扣两滴。他怎么用那只杀啊？他怎么不是交进化点杀这只？他完蛋了，他小菜鸡。那解牌生物哪个优秀？生物体质好的时候当然是生物啊，但是最好你要有几张那种整副牌要有几张可以单解的牌，例如说像殒命之舞嘛，什么死灵的那种，什么来自深渊的诱惑啊，什么冰玉的呼唤啊，这一类的。他打错了，他这边打错了，他这只多扣了好多血。这边要 A 一个全体三 D 耶，好痛哦！不要让 A。这边还是要把它解掉。打得死吗？如果我用这张的话，三攻而已，打不死。用这个的话，再多打两滴而已，也打不死。我想要女朋友吗？没有。干嘛？你有兴趣吗？哎，打得掉哎。哦，打不掉，还是少一滴。只是我不知道他发动的效果是会先死再炸。但有时候这种顺序的东西还蛮麻烦的。他这边打不赢我了吧？不好赢的他。再下一个。再下一个三。难道我不是？问这个要干嘛？通常会问人家这个问题，不就是有点兴趣吗？比如说你今天遇到一个女生，你觉得她还不错啊，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问她说：“哎、欸，所以那个某某某啊，哎、欸，那你有女朋友吗？啊、不是，你有男朋友吗？不是这样问的吗？那我没事在问这种事情的。”太奇怪了吧！ルナの負けだよ。前面的两场都输了，今天的 Two Pick 打的没有很顺。哎，不对，第一个四胜嘛，那所以其实还好啦。欸、所以今天的 FF 有开吗？还是也停暂停啦？
大家记得那个漫画博览会的时候，记得来漫博啊。爸爸妈妈，露娜，我守着你。拿人家老公小，听听看，那就算了、啊，不然怎么办？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代表人家很有很好的这个生活，祝福也是一种爱，懂吗？漫步我有活动吗？我前三天都会去，因为第四天我要去日本，不然的话我应该五天都会在。前三天我都会去啦，那边 Shadowverse 有活动，三天我都会在那边。还好刚好在我家旁边而已。要去哪天？很常祝福人家吗？还好欸。去日本几天？去七天还八天吗？方龙干嘛漏点？干嘛点点点 ？Never look back, don't never look back。换你音乐台，一个礼拜而已，没差吧？Never look back, don't never look back。 被石头害死，你在打团哦。狼少年怎么看？没有很强啊。现在大家满手圣炎天使的，你的狼少年可以干嘛？后手二费狼少年，然后对方直接圣炎天使点掉你的狼少年，直接变白痴。金花这只解这个打头，我帮你想好了，会不会玩？他居然解掉我，那他就 what 啊？难怪，不怪他，是我不好。改版了吗？很久没玩。我怎么知道你多久没玩？而且我怎么知道你要的改版是哪样的改版呢？欸，我问一下那个 FREE880903， 你今年几岁啊？你是88年士生的吗？难怪。没事没事，好奇问一下而已。
我这样到底打不打得赢啊？我等一下还有明手，我没有什么中立的牌，所以我需要拆牌。那我应该就是要。要拆了，这边拆一张，这个掉。多久没打 LOL 了？我不是昨天才打 LOL 吗？你有病吗你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说你怎么样啊，只是你讲话，你打字的方式看起来像是个小孩子，然后果不其然是个小孩子，我只是想要印证我脑中的思考而已，我想知道我脑中的逻辑到底是不是对的呢？我这边哪是十八禁的台啊？我有什么时候讲过什么十八禁的东西吗？没有吧？你这边那么优质，我这边是优质的这个优质台。觉得我这边这个很优质的，打个加一，我统计一下。89年次的是16岁吗？你们高中的那个同学有很多人在玩 Shadowverse 吗？纯粹好奇。草莓根欸，草莓根好久不见了。没上课，为什么不上课呢？读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做。你们班只有你一个是三小，我操！你们班只有你一个。疾走主教里面放圣宫、黄翼、白雪哪个好？你的疾走主教是不放中立的，是不是？黄翼可以放啊，圣宫应该是必放的。白雪下一版应该，如果你是要玩极州主教，应该不入极州主教。哦，你说你们班只有你一个玩 Shadowverse， 我以为你们班，哇，我刚以为你说你们班只有你一个人而已，就只有你一个人，然后剩下就是老师的。哇！要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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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蛋蛋大爆炸！别蹦啊！别蹦啊！啊！我是不是忘了开视讯？哦，有开，我以为我没开视讯，原来我有开啊！我现在死掉最大的虫子是哪一只啊？明手。
不用啊，要改了你就不用合啦，反正你合了你可能改完之后就把它拆了、啊、你也是可以合啦，反正你改了之后还是可以把它拆了。热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台风天下了这么多雨还是这么热啊？我的白雪狼两张是我合的，一张是我抽的。我全身都湿了哎、欸。我靠，他也太多盾了吧？他想怎样？而且我上一回合已经布好这一局拍巴哈的局了，我又多了一只大象可以帮我清怪，太完美了。大波音扑了300多只垃圾怪出来，想要来挡一下我的攻击，直接被我一掌拍死。前面两场都输了，可是如果你的班、你的同学啊、你的朋友们都没有人在玩。比如说你没有人在玩 Shinobu 的时候，你一个人玩不会觉得很无聊吗？还是你没有朋友？是吗？我现在可以，刚有人问说要怎么选牌吗？我可以讲一下我选牌的想法。奈夫蒂斯基本上。除非他是在32、9、30那边，然后我前面很多可以搭配他的牌，我才会选。不然，虽然宙斯很强啊，可是我觉得奈弗蒂斯可能完全没有任何他的用处，所以不选。这边的话，这个是补牌手段，这个是你可以很有效利用你的死灵术的一张牌，一个粘长手段可以选。现在买龙珠主标会赚吗？现在买不会啊，你要等到改版之后买才会啊。因为现在还没出啊，所以你买不到。明手是基本死灵一定选的东西，加上右边那个433也很强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不太喜欢死灵骑士啊，所以我会选右边的低费必杀，再加上443不亏体质，然后这个绝对选左边绿牌守护，右边就是一张垃圾配一张还不错的。别班的朋友。拉你玩的，那没有问题啊，还有朋友就好了。我不喜欢毒神之墓，所以死灵暗杀者可以选。只是 2pick 的死灵比较麻烦，是你还是要有很多的小怪可以让你拆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哥布林公主一定选嘛，经济魔像就是一张垃圾，你要有怪让你拆啦。然后这暗之虫魔也是一只可以让你拆的怪，因为对方不会去解你的暗之虫魔，所以就有怪可以拆。有怪可以拆，你就可以做你的事情。菲娜也是一张 2 pick 很强的牌，虽然咒者还好，但是愚人智者那张沙梗更烂，所以可以直接这样选。那这边的话我会再选一张暗之虫魔，因为我有3张可以拆怪的卡。然后其实选派对也可以，派对也是 2 pick 极强的一张卡，可是死闪也是，死闪可以当打3伤生物，或者是当一张破坏用，还是选这边好了。其实还是可以选派对啦，这边两个我觉得都可以，左右两边都可以选。然后这个位置的话，贵公子在死灵这边蛮烂的，安托是不错，可是这两张家比起这两张的话，一定是处刑人加白骨墙。这个配进化就是换两张牌，然后白骨墙拉一样可以拆，然后给你木。就是猛。那这里的话，就选队长吧，队长猛。然后
猫头鹰不见得能发挥到它的效果，诗人也不用发挥到它进化效果了，反正它就是丢当它一张白板就好了。二费要尽量多选一点，所以这边一样再选二费，二费最好要选到够多就对了。然后这个位置啊，虽然死灵之焰很烂，但是魔将军太强了，所以一定选。豪拳飞射优先吗？你用豪拳跟飞射当然尽量优先啊。目前报名还有名额哦，大家如果想来玩的话可以报一下。没什么压力，很简单的小比赛，也许打了可以让你发现一些你的那个操作上面的一些小细节，也不一定，蛮建议大家可以来玩一玩。你看这幽魂，正常的二费体质是换不掉这个老鼠的，但它有必杀，所以可以换。海盗僵尸也不错啦，可是因为它其实死灵数要求很低，只是，哦，那我们先不要下海盗僵尸，反正都是一张二白板的话，先丢这个。等一下我们的那个木就够多了。这个还是要把它杀掉，不然它自己进化怪也是会神，赶快把它杀掉。哎，忘记结束。哇，这个亏了，交进化解掉，要交进化被解了，这边就很亏了，但应该还可以打。反正我等下菲娜进化还能再扛一波，没错吧？菲娜，这边还可以再扛一波啊，还可以。反正手上有名手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可能性都有。可惜哥布林法师没有抽到那个名盒，因为等下名盒拉可以直接拉名手，舒服了。哇，懒山天使超级烦的。晚安啊，你要睡了吗？Tell me, and she's low. 下次还会办吗？几乎每次开都会办吧。台风来要早点睡，这什么逻辑啊？为什么台风来要早点睡？ Trouble.
噔噔噔噔噔。送你，等下我关德文可以一样可以用一样的方式给你啊。我这样可以一次换他的两只怪，理论上啦。台风天还要决战到天亮哦，他会玩，会玩，他要让这只。他让这只去死，这应该 master 吧？果然是会玩。会玩。噔噔噔噔噔噔。他场高也不高，我们不用急着那个。看他有什么指挥官啦、啊，其实他有炮击，他也不一定有指挥官，他很有可能也没有指挥官。竟然有！完了是溜溜球。出事了。出事了怎么办？靠北，我算错费用了。哇塞！算错费用了怎么办？我以为我有十费了。我看他是笃定他用这个炮击弄死我了。将军来喽！那是有几张巨乳，不是巨斧破坏者啊？再来啊你！我就问你，怎么解？
再来。哦，屁啦！白痴！不是哦。没有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还会抽到名盒，名盒出来之后我还是有解。加不要，加不要给我嚣张太久。我等一下再用第二只魔将军来开路啦，我看他怎么那个。来，赶快来报名！哎，那个 Serena PT 在吗？我昨天本来有要有，昨天那场我有要给奖品的。你私讯我你的 PayPal 账户到 Facebook 好不好？那怎么还有这个啊？他真的带牌来打哎、欸！然后他等下仙杜瑞拉又打到我左边呐、啊。要讲解了吗？等一下吧。有很赶吗？应该还好吧。不是，我刚刚有多抽过牌，所以我会比他先抽到底。他不丢了，他要加速了，他要加速了。我应该抽到冥盒了吧？抽到冥盒，怎么不是冥盒啊？白痴！我的冥盒呢？这冥盒再不来，怎么玩？他又要开炮了，我不骗你，他又要开炮了。漂亮，开错边，完了，他又要再下一次。
ち落とすぜ。命をかけた試合を始めよう。いい勝負だった。12時の鐘が鳴るまで構え受け入れたい。悪しき者は我が剣で裁く。受け入れたい。もう行かないと。12時の鐘が鳴るまで構え受け入れ。負けちゃったけど楽しかったな。烂游戏。第几场啊？怎么才第一场而已？这副牌明明就没有这么烂，所以那个 Serena Pity 是在不在啊？好像不在。来报名哦，起码凑个16个人哦，16个人才有得打哦。人很少，很无聊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现在15个人了。换了4跟5，来了另外一个4跟5。我打完这一轮 Two Big 开始讲吧，讲完来那个，明天搞不好下午可以再讲一次。两费漂亮，等等弟弟。哇，两张都没有死灵，这有点尴尬。我觉得这有点尴尬。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行。比赛几点开始？等我讲完牌吧。应该，我猜应该11点半前应该可以开始吧。讲牌应该不用很久啦，很快。Where we go？ 入场先加，入场先加好吗？好像不错。超怕没电，等到睡着，那就睡着就算了。等下找不到人，就跳过啊，不然怎么办？
何して遊ぶの？友達めるよ。哦，没有中立的，解这个吗？你敢解这个吗？不敢吧？你解这个，你要被我打一下六 D， 哇！既然你都贪了，那我们也来贪一下好了。We love love。他应该爆了，大家就大怪被我暗杀者杀。他那个不应该贪的啦，那六滴有点伤。僕はね、フェアリーちゃんが大好きなんだ。大好きなんだ。俺は泳げないのに。一滴血要金龙。八滴，超排斥哎！214。噔噔噔！红卡版本不会扣血的蛛网恶魔，合理。标准体质啊，两费一四带盾，超标了，二一四有点超标了，太强了。我觉得他应该要 nerf。对不对？合理吧，应该要 nerf 吧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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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其实龙族下一版的那个构筑包啊，下一版的构筑包你们买了拆一样有那个军神可以拆，所以多出来的军神一样可以拆，拆三张就有2400水了，蛮赚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我等打完这一轮 2 pick 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刚不是讲了吗？噔噔噔。对啊，龙的还有菠萝可以拆，所以两个可以拆。所以如果你有多的水晶，存着的，可以留着。这场已经赢了，我这节奏太强了，基本上赢了啦。哇，魔将军也进来了，我等一下五费就地战用兵进化解，六费用三月解，七费在关德文进化。这场已经赢了，应该2330吧，应该可以的，我觉得可以啊，把这个章鱼吃了，吃了吗？吃了，吃了。慢慢来，我手牌超多，不怕。这真的很强啊，这 2P 这张真的很强。403，反正四费，你后手有进化点，425一定杀一只，而且还会活着。然后再下一回可以再杀一只。帮龙感谢22个月，帮龙也定蛮久嘞。这个真的很强，我们这边再来打嘛。我有两张中立耶，所以其实这个还蛮猛的，不过还是打这个好了。终于快一年，怎么快一年？22等了，怎么快一年？不是快2年了吗？是你算数不好，还是？还是你出了什么问题？你出了什么问题，邦龙？哇，大丫丫！他要省进化点呢，不是吧？哇，他打错了吧？他这样打的话，他应该要加在那个21身上。Sexy bird， 我是觉得他打错了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想。
这边直接两只开起来好了。啊，这节奏太强了。小蓝算术，原来是被我传染了吗？抽了一张，这叫四啊，我他要换呢，才用豪拳解而已，没有要换的意思。多传说卡都是四四体质，有吗？狮魔王、贝尔芬格，还有吗？没啦，还有四四的吗？噔噔噔，他要解这张吗？还是他要全解？没有，他要解这个。哟西。我杀不掉这只啊，凡胎等一下也不能进化了，就是无敌而已，吃下去吞下去就是了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是四四体质的吗？没有了吧，两只而已啊。哇，幻影猫不会有四滴吧，敢还有两滴。哦，还有空天跟苍蝇王，还有仙杜拉，哎，那真的蛮多的。啊，不换，那真的蛮多的。我们刚刚这边掉过最大只是什么？菲娜。这只能打头吗？然后这个一定解他吗？我觉得可能要拆，哎，这边可能要拆。拆了之后的进化点，我才解掉这只。我们先拆看看出什么吧。队长跟法师。解得掉啦，是解得掉啦。
多点怪好了。不过低费的传说卡本来就很少啊，因为你的传说卡体质很低，对吧？费用很低，但是很体质很过强的话，其实会太强。所以它其实传说卡都是做成那种，就是通常在中间这边，然后有特殊的效果，那种效果以效果为著称的话，它比较好设计。哎呦，血红之月，女将，让女将来解了。哎呦，不解，他不怕我魔将军呢、欸。虽然我真的没有二四十十一，我只有十一滴攻击而已。敢不是吧？命とは格も素晴らしいか。白雪就是低费过强啦。他的确就过强啊，白雪就是过强啊，那、啊、为什么大家都不干他？纯粹只是因为有更值得骂的人而已。打不掉。下这个差一滴耶，大家只是因为托库里更强而已，所以没有人在骂白雪。那白雪本来就太强了，欸，明天的改版改完的时候是连构筑包一起上吗？是吗？决定来开冷气了，实在太热了。啊，明天改完版，就来屌买一波了。最后一场了是吗？好，最后一场，我连皇家都可以买，皇家我也少一张新宝。又没有二费了啊！我应该把这个卖掉，这张应该换掉。你龙死西克买一包龙巫女满的话，就是代表你要买卡贝而已吧？是不是？你只是为了卡贝而买的。全部各买一包要多少啊？3500。特殊卡面还有萝卜的水，那也算合理啦。大家赶快来报名哦！比赛还有位置可以报。你直接下这张好了。明天补 VOD Sky 晚安。奇哥干嘛？奇哥要不要来抱啊？抱起来，抱起来！他不知道这张会不会解我这个哎、欸？我觉得会耶、欸，我觉得要解啦，也不是会，是我觉得要解。
要解吧，解要解吧，不然你要被我爽换哦，确定不解。果然解了，那肯定是要解的啦。萝卜被改还要出构筑包，为什么被改就不能出构筑包？逻辑呢？得得嘞，噔噔噔。这代表他没有很怕亏水啊。目前十五人啊，目前十五人。就还有位置可以报，想玩了就来玩吧。那两个职业是吗？对啊，直接开 BO3 打就好了。光次元石，你会真的有人会去买用那个次元石去买哦？要四目才可以弄，三二三是八费。我这边应该理论上我一定是要用。十三姐吧，但好像也不一定。不要好了。有钱的很跟怕不怕赔水是两回事啊。一单全拆差不多一个次元石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？那个次元石要三万呢、欸，你一单才五十包哎、欸，五十包怎么可能有三万水？不要骗我了，你就是Cygames派来的。抓到了。So, 我这样等一下又要浪费四目哦，我知道了。一包平均四百哦，好像其实也不一定啊，搞不好可以。但正常人不太会拆闪卡吧？也不好像也不一定，好像也很多人拆闪卡。
这好像很难讲。这场赢的啦。哦，好像还没。何度でも。游戏和闪卡没意义，怎么会没意义呢？怎么会没意义呢？但我这样又杀不掉他了，好麻烦哦。我打个比方好了，那你也不可能全身上下都带满钻石吧，除非你是土豪。但是你以后如果你有老婆要结婚的时候，你如果有闲钱，你还是会买一颗钻石给她，怎么样？这个打这个比方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合理吗？赌一辈子怎么办？很好啊，省了那笔钱啊。你觉得不行是不是？好啦，我们来讲改版吧。我们直接拉关。